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，我说的是。我说的也不是鞍山话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当时呢，我从鞍山去沈阳读艺校，2011年，所有沈阳的同学都管我叫鞍山。哎，鞍山。后来呢，我每天早上就读报纸，就想把这个鞍山话改掉。后两年就再也没有人管我叫鞍山了。于是我考到了上戏，大家管我叫沈阳，叫沈阳。我才发现，我并不是说的普通话，我只是变成了沈阳话而已。